大家好，我是 Janice，我是大家所知的。哎、hey, ，Tomm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最美组合里的组合。你确定吗？温可薇，我要拍一个十二星座的运动员，因为每次你们都看到都是，哎呀，十个不一样版本的运动员嘛，所以我今天来一个特别一点的，就是十二星座。你相信星座吗？其实你问我，我是不相信。哎，那不是传说中马来西亚最美组合温可薇吗？摩羯座就只会哦，哇，很兴奋啊！哦，竟然让我遇到他，组合在哪签名？有没？水瓶座古怪想法特别多。为什么羽毛球一定要两个人打呢？一个人打不行吗？你们是不是在玩 prank 啊？哎，等一下！哎，你try打那个球嘛，我看不要打那个球头。你确定吗？对啊，可能我们接不到哎。没关系，至少我们尝试哦。想很多，很懦弱，怎么还在杀我的？是不是我刚才忘记帮他拿呗？哎哎哎，你在我这边拿一粒球吗？金牛座一脚前也跟你死过，没有啊？哦，没事没事，我只是好奇问罢了。什么事吗？没事啊，我想换球。哇，你的这么美啊！来，我换一粒给你。咚。啊？我不要打球了。什么事吗？昨天直接输了，我没有心情打球了，走了。哎，白羊最近不错，发福去了。发福？有没？哪里有？不行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一定要每一天打羽毛球来减肥。白羊座三分热度差不多。哎，我最近发现到哦，一个人也是可以打羽毛球的嘞。哈，水瓶，怎么样？一起一起玩。来，我来。我是不是得罪他们？周末他们别掺我玩。哎，简直这球不行了、啊。可以的，相信自己。Love all, play。美女。双子座自以为很幽默。球打得不错，只是有个缺点。什么缺点？缺点我。是这样的，有点小。怎样？你会热吗？还好吧，麻烦。哎，你的鞋带脱了，我帮你绑。哎，怎样？巨蟹座母爱泛滥，很啰嗦。等需要有人载你回吗？我载你回啊，你愿意吗？我帮你打来。是。没有笑啊，真的。哎，刚才那个Batman Court啊，一个人21.3块啊，来倒水来。哎，你住的是哪一个场地啊？对你的死心塌地。狮子座有他说没你说，来，喂，你帮着他比较弱，你看我他多远啊？我帮着你走，来，我赢的话全场费用我包完。哇，不行了，这场地改天我们要租一个好的，钱不是问题啊。我讲过多少次打他的 backhand， 不要。射手座向往自由没有错，我要自由发挥。喂，帮着你打他们。别，我要打新哥，我要自由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喂！冷静点，不要！